从小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。现在大学毕业了，当我拿着我考了2年才拿到的教师资格证出门应聘，家里人拦住了我，他们竟然问我，当老师能挣多少钱，能有多少粉丝？我说，当老师是为了教书育人，传道授业解惑呀。我爸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"你有病！"然后他们让我来精神病院找大夫您，医生，他们说我有病。我真的没病。不，你有病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照你心里所想的去做呀。当老师？对。去哪？网红生态已成为全新的经济形态，信息的沟通和分享将变为生产力，再也不需要将努力工作、追求上进当做我们的奋斗目标和追求。流量即是价值，但仍有少数人在挑战现状，致力于成为教师、医生和律师。这些曾经崇高的职业，如今不过是脑力劳动者。干嘛呢？手撒开！哎呀，你这真不是个男人，小女孩的手机你都抢呀？你这事儿干的确实他抢我手机啊！场合你这这样，他抢你手机，你手机不在你手上吗？人家在这拍短视频呢，懂点事行不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新的代课老师王飞彤。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？其实这么跟大家介绍这个名字啊，也是跟咱们这堂课的内容有关。咱们这堂课呀，来讲一下实现人生价值。你们以后有没有想做什么呀？同一个厕所，老八，我再次挑战一把吃粑粑啊！奥利给！干了，兄弟们！以吊之名的吊哥。兄弟们，今天我是有点帅气呀、啊！啊，帅帅气气啊！你给我的吊、哦，我画，我画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，把书我们翻到这个第一页。建设美好祖国这一课，老师，我请假，你讲的太没意思了。那讲什么有意思？我要学怎么挣钱，学怎么谈恋爱，
学怎么过自己的生活，这才是人生真正应该学的。安静，安静。这是谁干的？近日，一位新晋主播在学校直播时偶遇老师上课，一不小心做成了鬼畜视频，引无数网友围观。难以想象，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你怎么可以在网上恶搞老师呢？别人这么恶搞你，学校违规补课您不管，现在真是什么老师啊。视频我看到了，主任，你好像不太适应这里，给你放两天假，出去走走吧。兄弟们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卖镜头真不赚钱，只为交个朋友。铁子们，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条鱼，奥利给！你有病啊！来的地方。您就是这儿的人啊，您的家就在这儿啊。医生，我有病。不，你没病。我有，我真的有病。是以前，现在你没病了。